这今天啥意思？今天咱玩大题，你答对了就是你的。来吧，第一题啊，中国的首都是哪儿？北京，这谁不知道啊？真厉害！给我撕两张吧。我刚切好的，你再吃一呗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紫麻糊太香了。吃完了。嗯。第二题啊，咱还有第三题啊。对，拿走。第二题，北京有哪些名胜古迹？说出三个就行。天安门、故宫、长城。真厉害呀！啊？这好喝吗？嗯，为什么不太香了哈？嗯，吃完了？嗯，吃饱了吗？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那第三个问题完了，长城有多长？一个人，答不上来了吧？等我给你一个，着急。他们搁四川邮了点炒菜的料，嗯。给胖哥炖了个鸡腿，胖哥喜欢吃肉，我放了点茄子和辣椒。吃饭了，胖哥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吃饭。哎呀，鸡腿尝，怕你辣，再给你配个酸奶解辣。鸡腿炒挺香的，来喝水。哎，烫。能吃吗？嗯，就一个也不吃啊？给你多点。你给我拿块纸，我垫着。给我喝水。哎，嗯，茄子可辣了。嗯，这小味儿行了，糖就上来了。用这料就省事了，省得我做那个做不出来人的味儿。啥也不放？啥也不用放。那就省事儿。你尝尝，真香的，嗯，真香。
啥的。哎呀，给你拿个手套好了。嗯。鞋子这是，嗯，希望。蹭可嘴呀，鼻子上都有了。嗯，鼻子上都有。来，昨晚剩的饭吃吧。我不是剩的。干巴的，我吃喝味儿。一点都不辣，好不好？嗯，放啥了？